你看，十乘模式能发九净模式，这九净模式昨天也跟诸位提了。大乘经上讲的，啊，一切凡夫四种魔，我学过了。啊，无因魔、烦恼魔。啊，死魔。啊，再就是欲界第六天的天魔。啊，通常我们不加第六天，就讲天魔。天魔就是指的欲界第六层天。啊，这是四种。另外五种呢，就是大乘里面讲的五蕴。界定慧解脱，解脱之界，也叫无分法身，迷了都变成魔。啊，怎么迷呢？你在这里生欢喜心了，你执着它了。啊，所谓的法爱。啊，你没有能真正体会到世尊告诉你的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啊，法上应舍，不是把法舍掉，把法爱舍掉。对于佛法执着这个念头舍掉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法还是管用，只要不生执着就没事，它真有用。一执着，啊，一贪爱，那就坏了。啊，把你的烦恼引起来了。